因为啊，他也没有其他东西啊，所以啊，他就没有爱敬的心，啊、哦，又捣乱佛法故，有这样的做法是捣乱佛法的缘故。凡是呢，在家俗人，经常啊，在三宝当中要求清净的福田，乃至哦，割神血肉以种善根的，割神血肉。律上啊，经常看到的出国的这一些的在家居士啊，为了护持这个病比丘啊，都可以割肉，然后呢去煎药，喝其他的药，嗯，去治疗比丘的病啊。好，今出家人缓持信物正位百亿，俗人缓于出家人手生希望心啊。说现在出家人缓而呢，持着拿着信心居士所布施的这一些的物品正位的正给赠送给这个白衣啊，这边你看、哦、在家人、哦、一这个俗人呢，反而对于出家人的地方升起了希望啊，希望的心哦，现在端午节了，是不是师父送个什么东西哦，中秋节到了，是不是月饼会送来呢哦，这个呢颠倒啊，啊颠倒。又若以少物正位百亿，因此起七宝塔，造立金色，乃至世世满阎浮提一切圣众啊，亦不如静坐持戒，清净持戒，即是供养真实法身。又者，假使以少许的物品呢、啊，赠送给白衣啊，因此这个白衣为你起七宝塔，或者造立金色，乃至于世世的供养。衣服、饮食、卧具、医药，这四世的供养，满阎浮提一切的圣众呢、啊哦？因为你这样做啊，所以他有一种反思这样做的情形啊。但是这是不如法的，亦不如极静安住啊，清净的持戒，就是供养真实的法身。这个法身就是戒体啊。能够好好的清净持戒，就供养真实的法身，这个戒体，这个戒法身呢，定法身、慧法身，或者五分法身呢，戒法身这个戒体。因为啊，盖塔、造寺这一些啊，都是有违世间的善法，还免不了有过失的罪福双感的缘故。不如静坐啊，持戒是无漏清净之业、啊、是出离的因呢、啊。那么知持是因，知持即解释说呢，凡所求者，总说都是不问功施善恶，皆不喜之。凡所求的意思，在凡有所求。这意思啊，这龙总收拾了很多很多的事，这当中呢，不论是公事或者私事或者善的是恶的，都不许不听许这么做的，不听许这么做。重行善者，啊，重视行善的意思，即比丘言之，啊，根据比丘来讲，就行善的比丘。接着，世朝又言：利益不满中，若有过，病人小。好。